国民党军人管党部邀请热心的单位甲企业来募集物资关怀弱势族群。今仔日由馆长何顺仁张丽生担任主持活动的代言人，大家做过来做过饼。管党部的主委柯武金就表示，今年的物资总共是募到400斤，对现在开始，将会透过20项定期的救国团志工，亲身来送物资甲月饼各弱势家庭，表示因的关怀。我们呢，这个油酥弄好了之后呢，这个油皮也就是我现在把它全部都搓好，准备好之后再来，我们再来切油皮。啊，这样吃它就松弛到了，我们的时间是就都不会浪费到。老师现场教做月饼，大家过来哦。希望公家用爱心来去做的月饼，送到六十朋友手中，会当温暖因的心。帮大家试试，我觉得感觉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，嗯，而且呢，哈，不会太甜，哈，刚刚好。赞！国民党昆明县党部今年中秋节前，拢会邀请热心的单位甲企业做伙募集物资甲月饼来送互弱势朋友。今年更是比过去更加踊跃，总共募集到400斤的物资。我们这次有募集到的有像包括金农米，还有像这个大燕麦片，哈，还有像米粉、米汤，这些都是希望让我们独居的长者能够很容易的就能够自己烹调，或者是可以即食。那另外还有，当然应景的，我们就是一个中秋月饼，那这个是特别跟铃兰的姐妹们订的，希望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帮助他们。啊，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酱油膏哈，有丸装的酱油膏跟大同酱油的清酱油，那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社会各界的爱心哦，让我们这些所有的长者，还有所有的边缘户，大家能够感受到，其实这个社会还是非常有温暖的。这次担任主持活动代言人的馆长候选人张丽生，唔那甲大家做伙做月饼，嘛亲身呼吁大家重视弱势朋友，用实际行动来帮助因。社会其实没有放弃哈，这些边缘户也没有放弃啊，这些独居的长者，我们用满满的爱哈来温暖这个社会。那所以我想，国民党呢在面临现在最艰辛的时刻，还是呢哈啊去感同身受来照顾最基层的民众，我相信大家还是会认同中国国民党。400斤物资也从现在开始，将透过志工陆续送到六十朋友手中，希望讲让因在这月圆团圆的好日子，感受到各界的关心和爱心。记者林威，从报道。